我是40多年，至少有45年以上没看电视了，电视、报纸、杂志、广播都绝缘了，我都不看了。那我一些信息从哪里来呢？信息有一些同学，他们在媒体，特别是在网络上，这个重要的信息啊，把它下载来给我看。我看到深大不畏呀！头一桩叫我感到不畏的事情，地球的暖化。今天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地区，这个夏天的温度啊，超过40度，还有些地方到48度摄氏。科学家提出警告啊，温度要继续上升啊，这地球会毁灭。为什么？粮食减产。太热了，粮食都坏了。稻米、小麦，科学家统计，全世界的粮食都欠收啊！将来没有粮食吃的人要超过10亿人以上啊！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人口67亿人就算70亿吧，7个人当中有1个人没粮食吃，这还得了？自然灾害，南北极的冰快速的融化，海水向上升，估计会上升1米到3米。世界上沿海的都市都会淹没。还有瘟疫台湾还是个腹地，还算不错许许多多国家，特别是欧美，瘟疫爆发了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大家，这个瘟疫是全球性的，估计1/3的人会感染1/3是20多亿人会感染的感染当然不一定死亡也有人估计感染的人1000个人当中可能会4个死亡，这数字也相当可观。科学家想不出方法佛法里都有他不相信这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，这事情就难了。佛法就是怎么讲呢？佛法说境随心转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不是自然来的是我们的心行为不善所感得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悟了，
断恶修善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可是大多数人不相信啊，那不相信怎么办？我们自己相信，哪一个相信的人，我们自己真干。啊，我们干虽然不能影响整个世界，在我们生活周边会影响。啊，我相信台湾的同修至少有一半可以接受，不要说一半了，十分之一吧。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接受佛法提供这个方法，断恶修善。有十分之一的人断恶修善，台湾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大灾难就变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没有灾难了。要相信啊，古人常讲啊，不听老人言啊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老人是谁呀？古圣先贤，诸佛菩萨。老人呐，啊，所以台湾我们要重视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宗教教育，这个地区。就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人缔造成的，不是自然的。啊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小岛。2300万人，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断恶修善，啊，我们向上善这个目标去精进，啊，认真的修行，就把台湾的环境整个转变了。十分之一的人就可以做到。啊，所以要升起大部位啊，现在不干来不及了。啊，我们看到网络上这些资讯提醒吊胆。啊，从谁做起呢？从我做起。不要问别人。啊，你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，你会大失所望。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啊，然后影响你一家人，啊，你一家人的作为，啊，你一家会影响邻居，啊，在宗教团体里面，寺院安堂，啊，出家人带头做。啊，影响信众，啊，就能够缓解当前这许许多多的灾难了。我们做出好榜样了，真有效果了，就会影响世界。啊，汤恩比所说的。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要靠孔孟学说。孔孟学说是什么？伦理道德。要靠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什么？是因果，真诚慈悲呀！啊，破迷开悟啊！
下面第四条，发露忏悔，这一条非常重要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修行，所有过失不要隐瞒，隐瞒。啊，对哪些人说呢？对你的亲朋好友说，对你的家亲眷属说，对你的老师同学说。啊，把心里头的真心话说出来，要认错，啊，要承认我做错了，我有罪。啊，说出来之后，你的心情就愉快了。啊，没说出来，这个你藏在心里。藏在心里是毒啊，说出来之后就流出去了，吐出去了，啊，真正的后不再造了，这叫忏悔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安嘉大师教给我，那个时候我前生没修福啊，没福报啊，生活非常艰苦啊。老师教我修福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，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他又说了，有时候你有求，没有感应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不是佛不灵，不是法不灵，是你自己有业障。你必须要忏悔，啊，忏除业障，你所求的这个。这个心愿他就能现前。啊，怎么忏悔法呢？那是刚刚修佛。啊，寺庙里面的佛事活动我从来没参加过。怎么忏悔法呢？他老人告诉我，知过必改，后不再造。是真忏悔，你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了，明天再干没有用啊！啊，真正晓得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不会干这个错事了，这叫真正忏悔。你的过失、罪业，实在讲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啊，接受别人的批评，别人的责备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的罪业就消掉了吧？啊，如果你隐瞒着，不给人知道。啊，藏得很密，你这个罪业不但在，它还会增长，麻烦大了。那小罪变成大罪啊，大罪变成重罪啊，以后必堕三途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所以发露忏悔。啊，要把过去
啊，自己所造的一切不善隐瞒隐藏，反过来。啊，要自己责备自己。古大德常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我一念错了，怨恨别人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立刻就能够转过来，这就对了。不要让这个恶念呢念念相续，不能再变成了错误的行为，那个罪业就重了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下面第五，断相续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错误的念头、错误的言行，不能让它下去。啊，忏悔之后，马上就要断掉，不能再做。华严经，大乘教里。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尊敬，对阿弥陀佛尊敬，为什么对人就不尊敬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如果我们信佛，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，那么我们看一切众生，不能像过去那个看法。啊，他是恶人，他是坏人，那是畜生，那是恶鬼。啊，你就不能用这个心态去看了，怎么样？那都是诸佛如来。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做如是示现来教我的。啊，你看贪心。魔鬼到去了，他现鬼身给我看，我马上想到，哦，我要有贪心，将来就这样；我要有嗔恚心，那将来就是地狱。啊，我要是愚痴、糊涂，将来就出生。诸佛如来在示现。在表演给我看啊！啊，世间天人，人家修十善；世间罗汉，人家修四谛；世间菩萨，他修六度。哪一个不是？诸佛如来的化身呢？我们要这么一个心态来观察呢，对一切众生自自然然就生起恭敬心了，礼敬诸佛了，称赞如来啊，广修供养啊，我们才能做到啊，很自然的。那广修供养，
我并没有拿什么钱东西供养啊，我依教奉行就是供养，真供养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，我明白了，我懂了，我就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，我做到了。这叫法供养啊，一切供养当中第一了，依教修行供养。啊，那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法喜充满啊，啊，长生欢喜心啊，啊，回谤我的人是菩萨，侮辱我的人是菩萨，陷害我的人是佛菩萨，啊，天天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佛菩萨。我用什么心对待他？感恩的心对待他。啊，处处在学，天天在学，不断在学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天天增长，啊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越做越欢喜，所有一些不善的念头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行为没有了。啊，不善的念头是贪嗔痴慢。念头没有了，行为自然就纠正过来。第六是发菩提心，菩提是梵语，中国意思是觉悟。你看，我们在没有接触到大乘佛法之前，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。啊，念念为自己，为自己就会伤害别人。啊，真的是损人利己。菩提心跟这个相反，他真正觉悟了，能舍己为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人我是一体。这个道理深了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《大乘教》里面上他说，设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认知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所以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啊！要是为自己呢，那真正是害自己啊！为什么？增长我执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？
因为你执着有我，所以就有六道。啊，哪一天不再执着身是我了，六道就超越了。只要有我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看见思烦恼里面头一个身见啊，执着身是我，错了，身不是我。我有没有呢？有。大乘教上讲的，诸佛如来有四境的常乐我净。有真我啊。真我呢？真我不生不灭。这个生有生有灭。这生是什么呢？佛法里讲的好，它不是我，它是我所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这个要搞清楚，你就觉悟啊，你就不受害了啊！六道凡夫迷得深不觉啊，他把身当作我啊，就好像小孩啊，他喜欢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，爱得不得了啊，父母也给他换一件，又哭又闹啊，就是不肯。我们要这样认清楚，所以生有生死啊，怕不怕呢？不怕，哎，也不过就换一件衣服而已嘛。啊，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了，衰老了，不好用了，换一个新的嘛。所以他一点恐惧都没有，啊，越换越好。如果有恐惧，难分难舍，越换就越糟糕。你看，这是人的身体，换一个畜生身体，换个恶鬼身体，越换越差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一丝毫恐惧没有啊。人换成天的身体，啊，色界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越换越好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换成佛的身体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金刚不坏身啊。所以不能不觉悟啊！啊，菩提是大觉啊，念佛往生净土，菩提心是第一的了。如果没有菩提心，念阿弥陀佛念得再好，不能往生。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四十八愿里面，十八愿生念必生，可是第十九愿呢，发菩提心，这两个常常连在一起啊，你不能够断章取义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经本，啊，三品往生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啊，经文上都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菩提心不发心吗？那什么叫菩提心？
观经里面所讲的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啊，没有一点虚伪啊，深信回向发愿心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我讲无量寿经，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，就是菩提心啊。真诚心是什么呢？平等。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天地万物，要用平等心啊。平等心是佛心啊。啊，不平，有轻有疏，有远有近，这不是菩提心啊。六道里都可以，想出超出六道，这一生去做佛去，不行。你要有平等心。深心。啊，深心是什么？清净心。没有染污啊。啊，决定不被七情五欲染污。啊，大悲心是什么？觉心，清净平等觉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啊，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，这是大慈大悲。这样，我们与净宗才相应。啊，总要与经教相应。啊，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心量要掏开。我要帮助谁啊？我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我能力做不到，我有心，我有愿。我有多大能力，我做到多大。那四弘誓愿第二个断烦恼，第三个学法门，第四个成佛道啊。啊，烦恼习气真的要断了。不能有啊。啊，法门无量要学。可是我们现在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想学没有能力。啊，那我们遵守佛陀教诲。
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，这是方法。我们用10年的时间学一门，一门真的要通达了，一切法门自然也通了。古大德常讲的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一门通，门门都通。为什么？称心。什么叫通？见性就通了，没有见性就不通。所以一门你容易得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。定生慧呀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心量一定要大啊，量大福大了啊，心量小的人没福报。下面一句，断我修身，这得要有行动啊。过去所造的恶业，杀盗淫妄，贪嗔痴慢，嫉妒障碍，干的这个事情这一些明白了。自信里头没有的，一定要把它断掉。自信纯净纯善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。所以编在同盟教材里面，《三字经》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性呐。所有一切不善是染污，是习性，学坏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要真正能体会到，人是教得好的，没教学坏了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要不好好教他，肯定他变坏了。为什么呢？电视在诱惑他，网络在诱惑他。你看看电视这些媒体，里面内容是什么？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天天看这些东西，天天亲近这些东西，他怎么能不学坏呢？他要不学坏，那就是佛菩萨再来，他不是凡夫。如果他是个凡夫，他就不可能不学坏。在早年，政府提倡复兴中华文化，有这么一个运动，可惜没有做成功。
我有一天在方老师的家里啊，我就看他啊，正好遇到教育部有三位官员，好像是处长、司长这个阶级啊，他们来拜访方教授，向他请教啊，政府现在提倡复兴中华文化了，请他老人家指导从哪个地方下手啊，教育部还真想做。方老师听到他们的话之后，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，态度很严肃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五分钟之后，他开口了。第一，台湾那个时候三家电视台，有台视、中视、华视。电视台关闭，无线电广播关闭，报纸杂志一律停刊，这些教育部的官员听了之后跟老师说，这个不行啊，这办不到啊。老师就说了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，有这些东西存在，这文化还能复兴吗？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到后来的时候，这些人还问了一个问题。啊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。他们问老师，罗马也有亡国的一天啊，美国不可能永远这么强盛，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老师没考虑，随口答应电视。随后说了一句，台湾电视还没有到那个严重，但是要小心，如果走向美国了，台湾也就不能收拾了。我那一天碰到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啊，如实说啊，想想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所以我以后就把这个链断绝了。啊，我没有权利叫你关闭，我有权利不看你的，不接受你的，这个我可以做得好。啊，所以我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不听广播，不看电视。才能保持着清净心啊。如果天天跟他们往来的话，你的心怎么能清净啊？究竟土无量寿经的经体，那是告诉我们修行的纲领，就是修清净心、修平等心、修觉悟的心，清净平等觉啊。果到果报呢，果报是经体上半段大乘无量寿庄严果报啊！啊，大乘说智慧啊，觉的果报是大乘。平等的果报
是无量寿。清净的果报是庄严。你看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啊，怎么来的呀？清净平等觉显现出来的。所以我常想啊，我们现在居住地球的人啊，特别是居住在台湾的同学，我们真的懂得这个道理，真的明白了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向着清净平等觉，那么台湾这个社会就会变成大乘无量寿庄严。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。啊，要相信啊佛的话了，境随心转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心里面想清净平等觉，这个世界就是大乘，大乘是智慧啊，充满了智慧的无量寿庄严。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美好啊！啊，我们人世间常讲的真善美。庄严是真善美，所以付之于行动啊，就是断我修善。断我修善呢，才能够守护正法。啊，第八了，守护正法。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的文化就是正法，它要不是正法，怎么能传五千年？中国这个社会，这个国家人口很多，幅员很广啊，五千年来长治久安，礼义之邦，和谐社会，怎么造成？守护正法的成就啊，儒是正法。道是正法，佛是正法。历代的帝王没有不护持啊，没有不认真学习的啊。帝王当中最显著的、最突出的。不是梁武帝，是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他真干了 啊，对大乘经教他真研究啊，对参禅念佛他真下功夫啊。不像梁武帝，梁武帝着重做福报。啊，修复啊，雍正福慧双修啊。
那我们在此地能看到了，怎样守护正法？发菩提心，断恶修善，就是守护正法。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，要把目标定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一生到世间来干什么？续佛慧命啊，弘法利生啊，这就是真正的守护正法了啊。续佛慧命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传人，中国古人常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什么最重要的？你家里要有传人，儿孙多，不是重要的。重要的，儿孙里头有没有传你的家道，啊，家学、家业的人，这个重要。如果没有，你就断了。佛法也是如此啊，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祖师啊，一代传一代。我们现在佛法衰，衰在哪里呢？没有人才。啊，寺庙盖得多没用啊，要有人才啊，人才第一，人能弘道啊，非道弘人啊。啊，培养人才是第一桩大事。啊，现在儒释道都缺乏人才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声疾呼啊，提醒大家，帮助培养人才重要啊！第九，念十方佛。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障碍了，求谁帮助啊？求十方佛帮助，求阿弥陀佛帮助啊！中国人信观音菩萨的人多，行啊，念观世音菩萨，求菩萨帮助啊！在今天我还再介绍一位，没人护法了，我们要念韦陀菩萨。啊，要你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护法韦陀尊天菩萨，护持正法，啊，化解障碍，让真正有心修学的人有一个安身修道的处所。啊，这在现在现前迫切需求。最后一条，讲理，观罪性空。这个道理深啊，这一段文我们在此地把它念下来。
未修行之人，从无始来，不知诸法本性空寂，妄造诸恶。今则了之，贪嗔痴等一切恶行，起于妄念，妄念起于颠倒，颠倒起于人我之间。今既了达，我心本空，罪性无一，以此翻破无明昏暗之心。这一段意思很深，大乘教里面常讲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不但超越六道啊，真的他超越十法界了，这个人圆满成佛了。在净土法门里面说，他往生的啊，他是念佛念到上上品第一心不乱啊，生极乐世界什么地方？十宝庄严土啊，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啊。啊，是这个层次的人物啊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句我们下一堂课啊细细的来研究。谢谢大家。